它上面是有竹节的纹路，它这一款上衣是韩国空运来台的竹节棉的上衣，而且它就是很简单的一个英文 logo 跟圆领，然后也是微宽松，但是不是那种很难有T的宽松，它还是有一定的腰身感。如果你喜欢绑衣服的，绑起来是没有问题的。它的袖子跟一般的 T 恤袖不一样，它是做飞鼠落肩袖的哦。背心蓝色加上这个杏色的裙子真的是恰到好处，它是雾绿色，它跟一般的草绿色不太一样。我今天搭配的是白酷，其实它整体造型不会过于夏天，你们有发现吗？因为呢，我觉得这个绿色就是质感绿，它不是那种夏天很亮很亮的绿色，它是亮的咖啡色，淡的咖啡色。然后你喜欢比较慵懒的，其实放出来，或者是呢，你想要把它绑扎起来，这些都没有问题的。一般的咖啡色是偏比较暗的，这一件因为是竹节棉的效果，所以呢，不用过度担心，就是感觉好像，哎，会不会就是过深，然后让你的肤色变黑，完全没有。而且呢，一样，整个飞鼠袖，整个印花满版，简单就好看。